嗨，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今天可爱吗？漂亮吗？好奇我家锅底为什么这么干净？我是经常使用这个清洁膏的，锅底一些黄黄的油污用这个一擦就干净了。建议大家经常清理，不要积攒太久。陶瓷锅被烧黑的地方用这个也能轻松搞定。这个清洁膏成分安全温和，没有气味，不烧手和餐具。现在还有活动，是现在韩国最流行的清洁神器，真的是不管你的锅子有多脏有多黑，烧焦的多厉害，不用担心，用我们这一款厨房清洁剂就会让你的锅子干干净净的，漂漂亮亮的，而且不需要用力哦，只要沾上我们这一款里面的里面是一个粉状的，是一个膏状的啊，是一个膏状的一个清洁剂，你把它涂抹在你的锅具上面，很快就会把你的锅具变得亮晶晶，跟新的一样哦，而且没有污染，是有一点点的清香哦。赶快让你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商品呢？有看到了吗？喜欢吗？就是这一款啊，这款现在在韩国相当的流行啊，相当的流行。它是厨房清洁剂，厨房的清洁剂。这是它的包装，是这样子整个的，让大家看清楚一点。不管你的炒菜锅或者是煮汤的锅子，都可以轻而易举把那些焦黑的、烧焦的、不小心焦黑烧焦的锅子，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哦。真的很不错的一个商品呢、哦。有喜欢，记得联系我们彩虹，加一下我们的 LINE HJCTW.NET， 就可以找到我们呢。真的是很不错的商品，当然呢，对我们店里面的衣服、包包、鞋子有兴趣，也欢迎来我们店里逛逛。我身上穿的这件有喜欢，也可以留言加一哦。这个从 S 码到 3XL， S 码到 3XL 都有啊、哦，很漂亮吧？很漂亮吧？真的是很漂亮的啊！这个不管你要搭裙子或搭牛仔裤，或者是搭休闲裤，都很 OK 的哦，真的很不错的一件上衣哦。谢谢，拜拜。哦，忘记了告诉大家，不管你们对批发、零售，我想让自己变得漂漂亮亮的，都可以来找我们。我们也欢迎零售来购买哦，当然也更欢迎那些团爸、团爸爸、团妈妈、团购的爸爸妈妈们，还有直播的美女们，喜欢我们的商品，记得留言加一，私密我，随时等你聊我，谢谢，这次真的要跟你们说再见喽。拜拜。